我来砍他。哎，二楼，那我们死。好，被困。剩一个，全部倒了。还有一个。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万。今天这部影片的主题呢是附身岛的新模式《王者复苏》。王者复苏这个模式呢，我们人类如果被击杀了会变成僵尸，而变成僵尸之后呢，你要想办法去找解毒剂，或者是去击杀其他的玩家来变回人类，而最后一位存活人类呢就可以成功吃鸡，赢下这场对战哦。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当人类啊会被僵尸一团团的围殴，然后呢就动弹不得这样子，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近战武器双持小太刀。双持小太刀这把武器呢，它可以两下就可以把僵尸给砍死，可以说是所谓的僵尸克星啊！各位一定要去试试看这个双持小太刀，在这个模式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强大啊！而我们今天的 gameplay 呢，就是我使用这个双持小太刀还有 H4 Blitzen 单场拿下25杀，并且成功吃鸡哦。各位啊，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订阅我。我的频道呢已经快要达成1000订阅的里程碑了。再来就是在我的影片点赞，在下方留言，你们留言呢我都会看，也都会回复哦。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使用双持小太刀把僵尸切成生鱼片的 gameplay 吧。Let's go！ 很多呢。来啊，僵尸！你们在干嘛啦？还有一只。室内。我来砍他！哎，你傻逼啊！砍僵尸！这个你们丢刀？躲！还有一只，砍他！还有一只，跑这边，继续你这边，无敌，超级无敌。他妈很皮嘞、欸！中毒啊！下去了。这里边好像有一队人，老王你小心啊！一队是不是？啊！倒两个，都在自火。他妈的！爆甲！应该面对。还是僵尸 ？I'm back。僵尸！人！哦！九亿上！他妈拿喷！哦，上面有人。二楼，让他们死！哦，我被喷！没事，干打爆他们！妈的，看他这个就不行了。还有人对吧？回来喽！我被喷！哎，你们在老家？嗯。我要下一个空，我要那个特长升100赞。
哇，很痛苦。哎，附近很多人。真有。还有一个，在角落。外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后脚。我直接打针追你，你想怎样？打人还跑了，厉害厉害！破甲破甲，他沙漠之鹰。太多，绿房好多了，我要退了，我要退了。我哥踢死了。我要退，我要退，我要退，太恐怖了。我倒两个，倒两个。那我冲了。沙漠之鹰哦，他们在楼上。抓他一个。好惨，那不要下来。哎，小心监狱顶！监狱楼顶。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剩一个，剩一个，全部都倒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往下跳。一楼。对面了。一楼。一楼。很多。外面有人。破脚，破脚，破脚！哎。倒了，倒了。Hostile dropping into the area. Watch out!
出彩了！